吧。然后金根也是好人。BG 是修医务室的那个窗，那个门口的那个二什么东西，对吧？大概率都是好人。我们就从西区过来往上走，报警，走到就是走到灵堂后面，就他们两个肯定是不是都是坏人嘛？要是坏人的话，我是被闷在医务室里的，就是调查病床那个位置。然后到那个灵堂的时候，到灵堂后门的时候，然后我是在他们俩后面，然后 BG 在进去了，然后 Mas 梁在外面，就在后门嘛，他在我旁边。然后天黑天亮我们俩都没动，所以说这一轮出这个现场的又荤又菜我觉得是可以的。过了，漂亮漂亮，本来还不知道狼是谁，这把知道了，狼是三根九狼，九是引狼，三是刀狼。为什么呢？因为十一、十九、三二啊，我们是在灵堂这边的，我跟九在灵堂外边，剩下的啊十一、十三和二在里边啊。为什么说九是隐魔呢？九跟我在外面玩门啊，玩了半天门，一直在开门关门，开我把门开开他就关上，我打了他就关。九号胶狼打了，跟我抢前位，他没有时间去刀人。那这个三号应该是在里面刀了人。哎呦，怎么说呢，嗯，我是开局地下室两个任务，我只搓了一个图书馆就出来了。我要搓完杂物间那个，我估计我肯定会死在里面，我搓一个我就上来了，我就在、这个、一般灵堂砍狗腿子这个事儿一般是大学生做出来的、当时我正在看的时候，这个广西大学生从里面出来了，出来之后他顺手把门关上，我一看，哎，你把门关了，我还看个屁啊，我过去把门一开，刚开开的一瞬间灯黑了，这时候广西大学生是不在门口的，跟灯关上的一瞬间啊、哦，我开门的一瞬间灯关上，灯关上之后我就这个门关上，我就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它又关上了，啊，这个广西大学生不知道怎么回事，黑天走过来，他把门又关上了，我又开门，他又关上了，我又开门，所以我半天我也没进去那个。大学生之前我一直在后面跟他玩这个面刀，然后刀完了不开机，还有一个人应该是验招啦，是个狗腿子，是谁刀了？有啊，不知道啊，不知道，反正我是个好人，我是白板啊啊！这个广西盾构机是肯定是隐魔，他没刀，我也没刀，他都能证明我跟他在外面玩门，谁有刀？三号有刀啊，是三号砍的人。这一轮我保证没出刀的只能是一个，就是四号丁师傅。一开始去西区做任务的时候是看到了 Mask 杨和 Zen 先去医务室里面，然后我是在医务室门口做的那个桌子任务，今天不是 BGG 是我。后来我就是去体育室做任务的时候，是看到 BGG 从体育室就是出去，后来就是像丁师傅说的，他给我打了两项灯让我跟着他，然后我就跟着他，他做完体育室的任务，我走到教室隔着墙做任务的时候灯黑了，灯黑的时候我还在错任务，丁师傅应该听到了，后来就是乔乐兹报告了尸体，但是丁师傅说的是看到有一个穿裤衩的人，我没有看到过一个穿裤衩的人，我只能保证四号丁师傅是不出刀的，后来我就一直跟着丁师傅回来了。那这一轮套用之前乔乐兹说的一句话，六号又荤又菜，不管是好人也要出他，不管是坏人也要出他。那六号又荤又菜又是一个没身份的，那这轮先出六号又荤又菜吧，而且他自己都跳不出一个有身份的，说了一百秒的时间就说跟九号广西大学生在那边玩门，那只能先出六号又荤又菜了。开局我去的东区食堂做的调查餐桌，然后做调查餐桌做完的时候，因为食堂的警报那时候是响的，我一个人把食堂的那个煤气罐给修好，修好了之后，因为那时候是12分20多秒，因为修好警报是12分20多秒，我寻思着如果地下室有战狼的话也应该出刀了，我就选择去地下室做我的任务。当时走到地下室杂物间里面，就是在那个做调查货柜的时候，往那个地方走的时候就灯黑了，灯亮了之后我旁边空无一人，并且我也没有死，然后我在地下室找，就是从杂物间左边门出来到电梯这里也没有发现尸体，我就直接坐电梯上来了，然后进了教堂。这一轮的话，因为我是一张大家没看见的牌，我觉得大家待会儿肯定有人，我估计的就后面的两个人100%要打我一下，但是这一轮我是修了警报并且是在地下室，这一轮我不在狼坑，你们要打我也只能留到下轮，我只能说这一轮我一个人走并且没有看到过什么人又从又怪。但是现在听下来现场的话，在我的这里的认为是现场应该那里应该要开我真他妈改名长春盾构机得了，食堂那里也不清楚是哪个位置，现场应该是开两批刀狼的，在我的视野里我这一轮没有人看见，并且我也没有人做保，我直接把自己先摘出来，故意骚扰，有点坏啊，给我架好。李娜既然预料到了我要打你，
那先下一轮再说你吧，因为我没有听清滴滴滴报的，因为我只看到一个成像的尸体是在那个灵台旁边，没有看到优化的尸体是在哪儿。那全场也没有人看到你，下一轮再聊你。然后我说一下这个十号乔乐兹问题很大，十号乔乐兹聊了一下说二号啊，现场二号、十一号还有谁，对吧？你只看到了两个好人，另外的人你全都没有看到。大学生你不聊，优惠优菜你不聊 ，ZN 你不聊，你只聊我们两个。所以这个乔乐兹肯定是一张狼人牌。然后大学生的优惠优菜在那玩门，对吧？那他们两个玩来玩去，应该也没有时间出刀。所以我觉得这个乔乐兹的队友有可能是这个 ZN。虽然 ZN 跟我在一块儿，然后他说他天黑天亮没有动，但是我不能保证啊。我觉得乔乐兹 ZN 优惠优菜这个嫌疑比较大。云哥你怎么看呢？队友过来收干净啊，收干净，兄弟收干净啊，收干净了啊，可以了吗？啊，可以，我来了哦。我怎么看？我是个通灵人啊，我是个通灵人。我上来看到的情况就是我在乒乓球室里面修这个任务，乒乓球室修了任务，往医务室看了一眼。当时是丁师傅从医务室里面出来，因为这时候是报了两个警，一个在医务室，一个在食堂，确实是这样。前面就李娜提到了，李娜是在倒数第三个位置提到，她说她修了食堂的这个警报，然后她说她去地下室。这个丁师傅确实是看到我了，杨妹没看到我，可能还在医务室里面。然后我这时候是去教室做这个调查讲台的任务，然后丁师傅就说他我在他面前嘛，然后他跟杨妹在乒乓球室里面。你们是没有被骂想骗过？我也就先不说这个事情了。我是通灵人，然后我就做完这个调查讲台，我就直接回来了，我也没干其他事儿，我从教室那穿过来直接回来了。我只能帮你们。哎呀，我确实是想打一号，一号差点就没把我身份证报出来了，我确实想打一号。那食堂死了人谁干的呢？推呀！一下吧，乔乐兹没跳身份，大学生。其实我倒觉得九和六应该都没出刀了。九和六没出刀，白滚滚说自己法医也没人打他。三号说和十一和二在一块儿，然后二说让我归票。我真的有点想归李大，怎么办呢？那就归啊！出事儿了，我真的有点想归他呀。你们自己投吧，好吧，我作为通灵人，我把票投在他头上。他如果是好人，我就站在里面为他默哀五秒。他如果是坏人，我就直接出局啊。他如果是坏人，我直接出局。我自己投一个，你们自己投。三打二，哎，叫雷暴去哪里？那就投一样。他们还留了个段子，雷暴这个时候只能上管刀了，他什么都不能干。那就结果对面上个三楼。没有，丞相应该是咽了个金水。有点难守啊。丞相应该是咽了个金水，然后跟着金水一起走。当时灵堂前面很多人的，包括灵堂那个门口。啊，丞相为什么不是？丞相是个狗腿子，优哈是个牧师。丞相是个狗腿哦，啊，丞相在擦雕像啊，应该是刀了个狗腿加个牧师。丞相在里面擦雕像的。白灵总归不会也没了吧？金根，那金根是好人哦，金根应该是个铁好人。啊？啊！又会又再回头把六个八倒了。哎呦，我咋没抢前置位呀？呀妈的，出事儿了！完了完了，我操，六八你出去干嘛？说一下，我是白灵啊，刚刚谁最后谁举的手，我没注意，是又冲又钻，又冲又钻，过投我投我。啊，这李大也太了解我了，李大你怎么这么了解我的？不是前面不是都要出又过又菜吗？然后李大没有啊，还干净啊。李娜一看我在墨汁味，心想不好，差点把我身份证报出来。我这李娜我已经很客气了，我说我你们爱投谁投谁，对不对？你们说你们爱投谁投谁，我说我自己挂李娜一票。不是，我他妈在里面擦雕像擦了一半，是不是？丞相是不是个狗腿子？是了，他跟我人都傻了，丞相狗腿子帮法医扛刀呀。不是，我真的是在里面，我一看灵堂那么多人，我就随便刀了一个，没想到还刀了背叛者。我擦雕像擦了半年，你把我刀了，我就刚我特意看了一眼，就他一个人穿了个男衣服。好家伙！
我擦掉一样擦到结束了，我操，我一出门直接这把李丹确实预判了我，他确实预判了我，他 看吧，我说丞相是个狗腿子，肯定不好，前面没人看到他，这个六六八肯定要打我了。又还是牧师，又还是牧师。但我还是打了你，我没办法，我还是打了你。我听完了，我干，打是肯定要打我的，但是我没。不是大学生跟优酷优菜这俩人肯定是没出道的，是吧？这俩人聊半天，他俩肯定是没出道的，因为你说蛮玩门的人怎么可能出道嘛？这钻神明知道我没出道还要出我啊！我要跟你互保呀！我哦，我操！别睡了，别睡了，别睡了，别睡！我不跟你玩门，我不说，等一下他们就把我操，我血压直接飙起来！太牛逼了，真有你的钻石，你上来就说我你要打死这个六号，你说你怀疑就是六号干的，然后说了一大堆话。你听我发言期待，我们哎呦我的妈呀，那正常的话是我们就不可能出道，我的天，又是在后面鬼票的，肯定不会回到我们。真的我笑死了，我特意看脸是谁，然后结果一看，我靠，灵台旁边倒的那人不是个狗腿子吗？我人傻。哎呦喂，我也去玩门。我去玩门吗？我去玩门吗？我在这玩会儿门吧，要不。我向所有人证明我是一个灵气，我感觉我真的要变成钻头了，兄弟们！我在玩门啊，旅行者太要玩门，兄弟们，旅行者铁要玩门啊！老杨去教堂了，关灯下去逮狼了，兄弟们。杨妹和六六八就是赢不了。哎呦，我下去说兔子，兔子图书馆吧，拼命打。丁师傅，你不会要对我下手吧，丁师傅？感觉有点可怕，我要溜了，不行，我要溜了，害怕。走了走了走了，丁师傅盯上我了啊！快跑！来了，忍不住了，冻住哦，丞相刀的，丞相刀的，铁是丞相刀的，我要去抢前位了，兄弟们！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啊，等你，就是视野，懂不懂？啊，帮我们叫那个傻瓜。我发现的尸体是六六八的尸体啊，在教室里面。开局我是地下室有两个任务嘛，我就直接去地下室了。当时还有，反正是个狐狸吧，好像是个跟我一起下去的。然后因为当时地下室的警报响了嘛，但是我觉得太危险了，我就没去修，然后就直接上来了。上来之后在灵堂门口碰见了又昏又菜，然后我去宿舍做了一个任务，然后穿过食堂，我教室有个任务嘛，但又冲又菜也不一定是好人，穿过食堂但是教室走到那个楼梯口的时候，就是卫生间前面那个楼梯口的时候，就看见丁师傅从那个地下室那个楼梯口上来，
然后我再往教室走的时候就刚好天黑了，我因为怕被刀嘛，我就看着地图往教室里面走了，结果就看见机亮了，然后然后天一亮我就看见668的尸体躺在门口，所以说我现在要打也只能打金师傅，因为感觉他像是不打杨妹啊，就我那个地方绝对是成像刀的，看见我进来之后然后没别人了，关了灯然后跑了，我关门了，师傅不打，先打死丞相再打死杨妹，两个人都有打，看一下金师傅怎么说吧，反正附近我就看见金师傅。我是牧师啊，现在 CD 还有70秒，乔乐兹是我的金水，他可能非常怕我啊，我一直黏着他，他也不跟我一块走，最后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在乒乓球室准备休息，去乒乓球室调查书柜，然后天黑了我还没有修好，天亮了之后李娜是从教室那个方向进来的，我要听听李娜的发言，然后再听一听那种的发言。乔乐兹疑心病太重了，这把非常的关键啊兄弟们，我抢前置位了啊，就是灵堂的那个人绝对是这个丞相刀的啊，说一下为什么吧，等一会儿那个又冲又转，雪 C 哥也可以再雪 C 一下，给我做个证。两匹狼已经逮住了，一个是丞相刀的这个广西大学生的尸体是在灵堂，然后另一个是优哈抱得紧，说是668。我最后一次看到668是杨妹和668走在一起的，所以杨妹你等一下聊一下吧。杨妹这个事情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容错率，因为毕竟马翔前面认了一个牧师，所以说杨妹如果不说不是牧师，然后跟六八走散的话，那杨妹可以放一放，这轮反正要全票出8号。因为当时灯黑的时候，我刚好走到灵堂的那个靠近食堂那个门口，然后所有人都知道我刚一出门我就向大家表水了，我是一个旅行者，为什么旅行者一直在玩门，然后这一次呢灯黑的时候我在灵堂的门口，这一次跟又冲又转玩门的不是别人了，是我啊，所以那个灵堂里面又冲又窜打开门，只看到我和丞相里面倒着一个尸体，是大学生的尸体，所以以次我在和又冲又窜玩门的情况下，那我是没有时间出刀的，这个人一定是丞相刀的，所以这一轮所有好人不要分票，我们一起把丞相出了。杨妹这个事情呢还有容错率，我们再听我的好姐姐杨妹来表一表水，这一轮所有好人不要分票，我抢前置位了，兄弟们要信我，出发。对吧，并不可能信你的，我是个法医啊，我是个法医，然后刚开始前面我是在那个在教室这边做了个任务，当时做完任务之后我直接去领他，当时我看到这个又混又菜和这个广西盾构机在一起，然后我拖了一下我看没有死人，我就直接走了之后，然后我又在那个乒乓球室卡着柜子修了个任务，做了个任务之后，我回去之后看到了广西盾构机和又混又菜还在那里，然后我就去搓，就紧接着我搓完之后搓着的，然后就天就黑了，天亮了之后这个大学生就倒在了我前面，感谢大学生替我挡了一劫，是 CSGO 的声音和又混又菜，好吧，因为这个又混又菜咋说呢，又混又菜跟着这个大学生没死，我就觉得这个 BEG 是肯定是个铁坏笔，好吧，铁坏笔，因为已知的就是只要这个大学生的尸体在什么位置啊，不是在这个离近门口很近的地方，这 BEG 哪怕是在玩门，好吧，你哪怕是在玩门你扭头就能叨叨，这个距离是完全够的，但我看是完全够的，双开我没有双开啊，我只是在看那个什么，我在看那个第一是个铁坏的，我在看 CSGO 比赛，我是个通灵人啊，然后我这局做了四个任务了，然后西区医务室两个，教室两个，当时天黑的时候我在医务室，我一个人，然后天亮之后就回来了。这局出 BGG 可以啊，我觉得出 BGG 没问题，这样。先这样，11号 BGG 说要出8号丞相，但是8号丞相现在先跳了个法医的身份，那待会儿听一下，没有法医的话，那先把8号丞相放一放。
BGG 他抢一个前置位，我不知道是什么前置位的话一定要信啊。因为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地下那个电力控制室的警报是我修好的，当时是668确实是还在的，他还在门后保护我。你们可以观察一下电力控制室这个警报响了很久，一直没有人去修。三郎连坐了，我是从食堂那边过去，是在室外碰到668，然后我们一块下去修的，然后他保护我，我也保护他。但是那个时候我是看到附近有一个 BGG 的，为什么过了这么久他不去修这个警报？后来我修好警报以后，我就直接跟668上楼了。后来他去的教室那个方向，我直接去那个西区医务室那边做任务。大学生在那装狗腿子，被刀了。就是优哈报告了这个尸体，好吧。所以我这一轮我不是跟前面的八号和三号去跟票，我只是踩 BGG 的一点，是因为他在地下室。就是等了这么久都不去修这个电力控制室的警报，是我和六六八一块去修好的，而且他也说他是在跟右后右菜玩门，那 BGG 就是狗腿几步，要么是个狗腿，要么是个影魔，好吧。这一轮先听一下后面，有法医跳的话那就出成像，没法医跳的话那先出11号 BGG。 我能说什么好呢？啊，不会吧，玩门就是狗腿起步啊，或者影魔，不会吧。啊，我这把的剧本跟上把一模一样，我可能是啊演了同一把戏。我这把开局地下室图书馆一戳，戳完直接上来门口的明堂门口一站啊，老规矩，明堂门口一站啊，一看啊看着看着关灯啊，关灯我走过去啊，往后关门啊，往后血 C 就这样，上把的完全的剧本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灯一亮，哎，屋里是谁？屋里是11和这个八号啊。十一跟我一起玩门啊，这把剧本跟完全一样，就是换了个人。十一跟我玩门啊，对，他在这个灵台附近站着啊，对，啊、往后广西这个盾钩机啊被砍了，具体就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塞了呢？因为这个十一跟我玩门没时间出门啊，没时间出刀啊。啊，八号为什么不走？对，你为什么砍完人不走？你在这晃。对、啊，加入他们，十一就出发，八铁狼。对对对，后面没狼了。你们愿意出吧就出吧，但是我告诉你们一个道理，就是668是 BGG 刀。为什么668是 BGG 刀？是因为当时杨妹说她的668的底修警报，但是我没看到警报是。行，四郎裸坐了。我是从地下室图书馆跟杂物间中间这趟路过去的，过去的时候 BGG 是从那个警报那个房间，顶在在地下偷窥我。当我走到楼上的时候，天就黑了。又哈进到教室，没有，我心态好的意义。你这么玩游戏，他不快乐吗？你盘一大堆逻辑，还有可能变成钻头。我们直接啊，加入啊，加入狗腿就报警了。那在我眼里头看来，这个你们，他人你玩的终有一钻，那是他已经从。到完668下到地下室过去过来之后，因为我从地下室我上来的时候，四匹狼八三七二，这个、李大归票，李大天黑了他跟你玩门，所以 BGG 一定是到了668的人。我操，我真的是让你们打的你妈血压高，你们乐意出成像出成像，反正我自己出。那崩崩，那不对呀、啊，那不对啊，那个十号大学生不是死在灵堂吗？当时 BGG 不是也在灵堂吗？然后就是一个狼戳两刀。我看到报警的时候是6412是走在一起的，我感觉这个6412里面出一匹狼。然后李娜是一直在教堂里面挂机的一张牌，我九号五就是个白板牌。这个马斯良完了，我感觉我要被冲了，后脖梗，后脖梗一顿发凉。我感觉所有人都要出这个 BGG 啊，三号通灵人你没什么信息，你还没听发言就直接要出这个11号，然后二号又说刀人刀了668的是这个 BGG， 丞相说刀了大学生的还是 BGG， 出两刀吗？太对了，刀吗？太累了，太对了。你们偏要出这个11号，那咱们就偏不出他。对，出这个8号。出这个八号，我要投这个八号。对对对，在冲票、啊这个。我们现在有三票了，有三票了。马小是个好人，对吧？不可能出两刀啊！你刀完668又刀了一个大学生，那一个狼没出刀吗？出李娜的话不太可靠，因为他是一直在教堂挂机的牌啊。
先出 B， 先出成像，先出成像，不能出 B 机。What？ 啊！我的教堂挂机被很多人看见，我很欣慰，非常的欣慰，至少这一轮真的扯不到我的头上，对不对？一开始就去对调查笔记，总会有人钻的，兄弟们。当时这个室外主编的门，但那个人就在那里，我还以为他卡在门里呢、那个。只要我明着钻，我就不会暗着钻。这一轮的话，我听下来，目前到为到我这里啊是这样子，就是八七。二，还有八七二三，八七二三，这四个人是要出 BGG 的。然后前面这里的就是六四四号，就是问我为什么就是最后会出现在就是，因为我跟教父这个六六八的狼客是扯上关系了，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因为我的教堂挂机确实没什么血的，我要去西区乒乓球馆调查书柜那里做我的任务。就当时黑灯的时候，你在那里做，对不对？就我是直接就是，难怪我就按不上，这就是我那个的原因。然后灯亮了，我第一反应是进去看为什么我按不上，里面是有个人，就是 Master 这样。所以这一轮的话，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来，我认为好人大家应该都把票先投在八号的头上。八号的团队现在是四个人，铁铁的这种四郎的样子。前面的好人这里就是在这里胡乱打，这个猜疑那个猜疑，我至少能认为就是目前而止，就四个人是共编了。这四个人里面，八七二四总是没有其他的狼了。只打一个人能点是四个好人，只打一个人。在我的眼里是不可能是出现这种情况的，所以这一轮的话是铁定出八了。下一局的话，我觉得白灵直接把七刀了，不知道白灵还在不在啊？这一轮我归票出八，出八。只要我明着钻就不会暗着钻啊，兄弟们，明着当钻头就完事儿了。我突然懂了血 C 哥啊，也懂了大学生。他没谎是吧？他不敢谎，他不敢谎那边，他怕万一谎背锅呀。他的队友一开枪，对面的这个准心肯定是，对吧？架下面的时候，然后再打。一是白领嘛，不清楚啊，不清楚。最尴尬的是把拿笔还没枪啊。进化进化，我直接进化，不进化也要被喷进化了。我直接就出来，来刀我！哦，你那还真的是白灵啊！还有九天，已经用了三千了。白灵带队归票三号，下一轮丁锦二号，没什么特别多好聊的。乌克兰喷子，经典加一加。那不会死了两个神吧？丞相穿了海一的衣服，然后这只人穿了通灵人的衣服。先听听这只人怎么说吧，我不太相信死了两个神的。但是牧师这几个神都是唯一的。我是个白板，我听听后面发言啊。不是，但是丁师傅确实是个带刀郎。丞相是好人走的，我在里面给他默哀五秒还没到呢，就把人刀了。哎，这轮铁出 BGG 是刀了人的、啊、那出三，然后那个又黑又菜呢，他有可能是狗腿子，说什么在玩门，两个人两，或者是影魔，两个人互相给自己作证玩门。好人，而且 BGG 行为很奇怪的，为什么我直接就说出 BGG？ 我从西区做完任务准备去离塔，他直接给我把准备去东区的时候，直接给我把门关在那边。这能直接出 BGG 啊，没问题的。但我发现啊，就剩两狼二和三，丁师傅上一轮没发言之前我都忘了啊、中间有这么一段啊，就是当时我从楼上做完乒乓球馆的任务，然后看到当时看到谁给我打灯，好像要下去，反正我忘了，我有点失忆了，反正我走下去的时候，那个地下室的电子控制室那个任务修好了，是六应该是六八修的，杨妹在门口看着，然后之后他俩就手牵手一起走了。一起走了之后呢，我就图书馆有个任务搜索图书，然后我就走，然后看到丁师傅从图书馆那个方向走过来，然后我就往图书馆里面走嘛，我不知道丁叔本来想走楼梯上楼的，然后结果他扭头回来跟着我，就跟我进了图书馆，我就觉得大事不妙，然后我赶紧就冲上来了，冲到了那个电梯，从电梯上来，然后进灵堂，
就进灵堂了，我就这么进灵堂的。我想起来了，我上一把失忆了，我都忘了丁师傅这个事儿了。所以剩下两张就是三和二，不分票的话就这轮先出三，下轮出二，好人稳赢，稳赢。确实啊，就三和二里面出吧。但是我是因为当时我要往教室走的时候是看见丁师傅就天黑了。所以说丁师傅有宣布了，是有语音可以宣布了，反正看又婚又猜贵票吧。那丞相他一个本来在灵堂的，然后又师姐也在那个灵堂的，他跳个法医感觉就把自己身份做低了。这局没什么好聊的了，那李娜肯定是好人，验 CD 还有65秒，但是没什么用了，我感觉出了 ZZ 应该结束了对吧。白滚滚总不能一个人这么累，还要一个人陪悠悠菜玩门，一个人到大学生，一个人到云哥吧。对，出三呀，三门都不敢出啊！这把让他好好出一出，出三。出。宣布了，宣布了。啊，杨妹应该是个狗腿或者影魔，杨妹应该是个狗腿子，狗腿子或者影魔吧，跟着六六八的，然后丁师傅给他刀了。好好好，对不起大家，那就上二了呀，没别人了呀。兄弟们还有几十秒钟，都不去，那我去，哦，我去地下了。去不去？就在这个地方，我一路撒丫子就跑，我去领刀子了。我在地下室修，狼会过来捣我的。他过来捣我的，狼坑排尽了都。走位，走位。哎呀，骂沈阳李娜还有优哈。再给大家扔个15888吧。哎，没了。那你先解说一下，我上个厕所啊。啊，一场比赛结束了之后，另外一场比赛应该不提前开的吧？他准时1点钟开是吧？对的。1点吗？对啊，他一周一点钟开啊。我看那个时间表写的是1点钟了呀。1点钟。对啊。啊？就发现了，在哪儿？我这回真不知道。啊，老杨为什么先回来了？那李娜呢？李娜呢？有哈，李娜，丁师傅，李娜不会也没了吧？李娜也没铁出丁师傅了，哦，那就没有问题了。有尾刀的话就二和六，那就二啊。说骂沈阳当着我的面把李娜刀，骂沈阳跟 BGG 两头铁狼，好吧，骂沈阳当着我的面把李娜刀，我过了。他也只能出那种了，那种刚开始都跑到狼道那边去了，他在那边躲着，我照着他也不敢过来。啊，这刀不是骂沈阳出的，骂沈阳就李娜是尾刀的，是尾刀的吧？我想一想啊，是吧？哎呀，我忘了，好像是吧？李娜应该是尾刀的，又混又菜先死的，然后李娜是尾刀的，然后骂沈阳是很早之前就已经站在教堂里了，就报警就站，是李娜报的警啊，是李娜报的警，所以绝对是尾刀的，初二。
是是是，李娜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我爷那种是个恶灵，我肯定不敢过去了。李娜报个警，对吧？初二。肯定不是老杨刀的呀，我就是算他是不是两刀，我再仔细的看，因为这个他没有顺序，没有人告诉我谁是第一轮被砍的，谁是第二轮被砍的，我只能看刚才谁活着，然后谁是刚死的。那出了两刀肯定是有尾刀的呀。三刀了吗？哦，乔乐兹也没了。啊，那没事。看球了吧，十二点了，重头戏啊！看球了吧，一波。啊，今晚爽了，当好人躺赢，当坏人躺赢。太废物了，抽象太废物。你多少多做一点贡献，我操，我都赢了，真的。Okay, 他把法医砍死了，还可以啊！他把法医砍死了。你们战队太明显了，真的。明显不明显？我已经这样聊完之后，我都不想玩了，真的。没有，别人都在那里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你们就直接站队，全都出 BGG， 太明显，没位置。杨妹应该出我的呀，杨妹。不是，从我的视角，我只能出 BGG， 因为我旁边只有668和 BGG 两个人，我没有接触过任何人。BGG 在那边那个了。你们说的都不对，那我在地下室，我从地下室上来就黑灯了，又哈就报警了。我在地下室只看到 BGG 一个人，我不打他，我打谁？我就问问你。你给我想一下当时的情况，从地下室警报那会儿，我看到了 BGG， 那是走上来，完事儿到食堂门口，天黑了，我看见了右哈，右哈报了警，我不打 BGG， 我打谁？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情况，行吗？因为你跟他一起在地下室，对，不能打，不能打，你就不要说话了，行吗？他能刀你啊？他在地下室要刀啊？主他刀完668下来，他刀有谁地吗？主要是好人跟大学生学会了一招开关门护保法，确实按你们这样，真的你就不用教我了，真的你就不用教我了，以你这个智商，真的我用教没有那种没打，没有兄弟那个说一句啊，那种打法没错的，那种打法没错，只是说他们那个点没把优惠要塞打进去，如果把优惠要塞打进去，我看不见优惠要塞。只要我的腿够长，我就能让狼人全都来打我。丞相聊漏了嘛？他只说那个优惠要塞在现场，但是他又不说。烧到两个肥口一个，够够。但我觉得德国这一届踢的是真的臭，真的臭。一点德国勇敢胖，你怎么刚领杠啥呀？中路那还早啊，还早得很呀。那我们是盖被子游戏还是魔兽世界？他们怎么去打暗夜妖赛去了？剑包啊！放在中路。不是电击啊！马上九点一了，明天不练车，明天有考试。练不了。你们要睡得香香的，还是要看魔兽世界啊？感觉他们好像应该也不打本了吧？这么晚了。这么晚了之后，等会儿他们够够看还打不打吧？可以打会儿够够的话，那就先506。没关目的。我以为是三点，谁知道十二点英格兰踢德国？哎，我不买球，我被这个。哎，我的 Sid Meier 呢？这个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吧？好好好好。不买球归不买球，再看看这场重头戏，合情合理吧？合情合理。睡觉的朋友们晚安。起居了，兄弟。我觉得合情。我也有点想看球。你们都在什么平台看球呀？鸟居估计会起的。现在让我继承你的遗志。可以，别人这句话我就放心。他每个队伍每天只打一场季后赛，那位今天已经打过了，所以说那位今天没有了。弄个摄像头，不弄不弄。不抢了，不去了，不去了，吓死我！看二楼呀，看二楼，车道。打
罚这么不大。不冤，不冤。看一下这个下图啊，人家没毛病，但公路死了，但三路下没解决，交车闪光什么闪光弹，不一定能闪着人，他也知道什么闪光弹不一定能闪着人，本来还想知道那边把血洗没活。播吗？赵鑫没有压我头。再来这两个角度可以不停的假爆。随后升了一个零。明天，明天不考呀。不录婚姻了。我14-12。哎，撤刀。14-12。MOU 可以啊。我们进。只看到一个，喂，哎，警察，警察，警察，近点了。危机去的，去的，危机。刚才在书房的那个位置，书房还有一个。中国人对吧？他明天，明天应该就爆掉了，爆掉。卡德已经到了，没时间了，应该没时间了，来不及了。BS 阿忠29 A 班小区。哎呦我操，他们打得好细啊，我操。机器嗡嗡响个不停，烟味刺鼻，灰烬和煤烟遮挡住视线，这是时代变迁的标志。科学和文化进步的诱惑是推动你的王国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现在你面临的挑战是维持地球和人类和平与战争之间微妙的平衡。虔诚的菲利普国王，整个西班牙随时准备回。我站了。陆方还是两个来了。啊，有只鸡，我裂开了。其实有点困了。不能赢，我退了，退去港口。还要赢，我操！港口啊，要港口呀！连接，连接，连接！再买一个。哎呦，这逼怎么这么准呀？生产项目就是。人家右手凹槽里。收房了，到收房了。港口呢？在大坑那边看吗？哎，为什么没有港口呀？操！人口要达到7，先走。字幕取啥？好的，好的，我忘记了。我是这样认为的。啊，这文明六切出来就会那个。他妈的！我要回去搬，搬的时候那边 A 已经架好了。慢慢过。A 要架完，你知道他就不。对啊，他就一直不漏，然后都有人看点，等回放的时候，草车他妈草车一个看到我了，他也不拉我，就等连接的人来拉我。因为有开打的很细，反正我一人。我靠，人家坦克都造出来了。哎，中路，中路拉一个。巴塞罗那。啊，走了，走了，打人了，打人了。然后他们赶紧去检查。没。哟哟，没有 A 一都来了。A 包掉上 A 二。包掉 A 二。A 一有一个跳上去。嗯，连接好像有一个，也有一个，刚听到声音。这里好像可以发展一下了不？我操！
做个冲锋。给你们香蕉到反清神，有火的话等一下。保留个人。点朝香蕉道就行。在所有自然。真的。中路还上一个，反而还有一个进连接了，小心连接。两个。打 A， 打 A。书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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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房的位置。啊是。我操！我操！我操！我们要，我们要垫好多保鲜。经济太长了，哎，这是不对。再把你们丢起来。晚上好，晚上好。文明六还是挺好玩的，兄弟们，该说不说，是不是？去别去，场牛，还有一个牛。房客跟你们说一下，我这个房客跟你们说一下。中路，中路上了。报告，明日行没喊。封了那个连接的烟。二楼。要跳楼。哇，这他妈 A。大坑一个，这边其实应该。这币怎么全是头呀？该做建造者的。嗯，能接。确实，大伙要求的。我操！我怎么这个地方他妈的被炸了呀？这就很难受了，兄弟们。我本来一块好好的啊，土地就这么没了。侦察兵去下海吧。还不如跑的。地方，我上哪里去？可以炸炸他。天主教好像开始传教了，已经。刮刮乐吧，刮刮乐。哎呦我操！哎呀！经济学这门学，没事，等会儿去打狗狗应该就睡了。妈的，瞄着三个！别别别躲一下，别别！哎呀，我操！中路两个，跑了跑了，一个大侠跑了，哎，这边变成中路上两个，车尾还有，这都没打，他们 ECU 都走。我操，那个老不会通宵的，通宵会麻的，所以不能通宵。都没加，保不可能通宵。哦，太难受了。我也没搞懂为什么，不是为什么？世界上有七道疫苗棺材出来，疫苗三箱啊！操！估计有人架着棺材。都怪我，我他妈杀不死人！我操！强度太高了，没事。这个我拉在右边的，他怎么可能？不是我拉在左边儿，我不是在咱家右边。然后我怎么把帮你打？哎呀，应该打 B 了。奖金。
菜，跟我一起玩干嘛？开枪往中间。平时开车的时候，我就是不缺位置，不缺人的。让我来一起玩就行，先加我好友。牛逼！啊？哎，两个枪要到。应该是不好，会被烟里帮你穿吗？剧院广场。他搁这打职业。去 A 了，听到火了。Salam。我现在我的账号应该不会。找你安排。这全是海啊，上面没有大陆吗？真的他妈的。啊，这里可以出来，斗兽场。大剧院，爆点箱子。准呐，这个人，点击机吧，是不是？这人扎一鸡巴耳了。这点什么鸡鸡呀？嗯，对面不给你机会的，你知道吗？妈来呀！真就都没有土地呗。对面不会给你机会。炸一下肥狗吗？你们这，我扔个火，别加，别白了，我脑仁吃了。别去看，别去看，去看就得他妈的。知道了。这边就是没有奇观，没有奇观生产力还是不行。走，直接走都是假的。打不死。直接给我一枪，别灰心啊，胖妮。看我最近晒的，补枪补枪，可以。补枪，还有补枪补枪，打头打头，躲着。打头了，补枪，躲着。嗯、你看，哎、你叫我躲着，我立马就躲了。直接给我他妈的！勇敢胖妮，不怕困难，但是爆发出来。别人贴你脸上，你就。别追给你，你去接上升个吧，我要骑二十。可是别人贴你近点，你就 AK 按住，干嘛？好，我不，我没胸呀，我没胸。别去干小队，别去干。打那个，枪都没见。小队去大坑，去大坑藏着。对。我得去 B。这去补。再见。B。等会我还有烟，能退吗？好、啊，我给你封个烟，你退。这枪这压的也太稳了。你没血就补了。这也太麻了呀！老混子在看中路是吧？一个脚步，这边应该是有陆地的呀，没有陆地吗？还是没有陆地？近点了。操，这他妈拉过来了！哎，这里好像有。啊，我又放电。下不了。哎，这都能。这应该是个特别小的大陆啊，感觉。四秒了，他刚好四秒下的。牛逼！这他妈他敢踩我拉的，我是他妈什么？他没办法了。我好菜呀、啊！好、啊，你达到了你不应该达到的高度。
零八一。别会这样过，别会信，别会信，强度去面试政府。我今天战绩好像没。别去了。牛逼！我操！强度是这样。近点。如果着陆后，民族主义。中路。操他妈的！二楼。只看到一个。回去帮他们，我去帮。叫离谱。他们打不能站场位位。没压了，没动了。谁动谁了？应该还在现在吧。想到就出位。回来了。那可能就是你的问题。我估计光要多少。一起拉没有啊，没准备通宵啊，保存明天再玩呗。好点，好点。二楼的那个包了，是狙啊。哟，这里还有殖民地呢。哎呀，你说对面这种他妈纪律性，我操！没事，兄弟们，我操，输一把也正常。我想了一下，还是别去第一，不是属于我的分段。哎，他妈中路他妈的，没事，一起拉他去练下一次自定义你就杀爽了，提升自己啊，胖爷。嗯，这他妈的纪律性，我操！我看到他们能判断对 A 一有人，我操！他们为什么不拉连接呢？我操！不知道。我操！这他妈在中路乱开枪！推倒三个！这他妈的！这太小了，这一片儿，真的也太小了。这中路一个。别摔！对，就是这个逼。抽呗。干他们，当匪干他们，谁没当过匪呀？具有极大魅力。工业革命和城市。没事，对面也有个坐牢的。坐牢的。我是真坐牢，我操！小板凳很冷，兄弟们很冷。屁股上垫点东西。没事，下次给你丢个火。我属实是要顶不住了。打的我想吐，拿枪碰你！对面有他爸的怪物，怎么不捡我的小手枪了呀？一枪头，对，我的小手枪在脚底下，为什么不捡？喂！枪出来应该就空了。啊，这个人我还是没打死。啊！别叫！知道了。我要呼吸不上来。我要跳投，我要跟篮球一样跳投。谁把他捂？啊？好，剩一个，就剩一个吧。剩俩。好，你跟着队。我拉。哎，这拉出来。原来还有一个。骚的呀。观察。别
假韩寒。严丝。花园。哎，花园。花园，你去花园。有件事可或者是开，帮他一起开也行。Nice。Nice， 韩寒站起来了，看。他们居然自己往自己开服了呀！干他们！啊，这个档也差不多快完事儿了。有怼他们脸上，他们就没法啊，干了。对吧？麻溜把自己手感提升上来。我为什么没马甲？点错了。这就属于致命失误了。哇！我被炸了！Yes！ 德国的工业。Yes！ 冲冲冲，兄弟们冲！只要没有。谁打了一枪？我靠！把他小李打的。别去！你没血了！别去！这个人手大坑。记住点，这个对面第一手大坑二，是吧？好，他意思就是我们不打 A 了。意思就是我们不要打 A， 我们只冲 B。那你这是你的鸡吗？我的鸡。小鸡被杀了，把你的 IE 不要，帮忙纯艺的，帮忙纯艺的，这把有狙了，慢点，小 C。我操，三个，左边两个，右边一个。打 B， 打 A， 打 A， 快打！你慢点，泡你。快打！跟上，泡你已经冲了。泡你，你带着包。快打！收点，一定要收点。这兄弟，大哥还没收。哦，他们可能刚才全毁了。哎，你差十点。好像在家书房，连接没人叫的，连接没人叫的。你想死别带死。哎，中路来了！中路来了。炸了！我要走了。小心！啊！还有一个 IE。哎，这帮逼真的是恶心！我操！我操！这帮逼是这样子来的，故意来断我们枪的呀！他们想不到咱们还是有枪。啊！起错了，我起错了，怎么办？我要起大狙，怎么办？我对面0081是菜鸡啊，记住他手哪个？嗯，对，00008是菜鸡。阿姆斯特丹怎么这么小啊？很多。啊！我哦，死了！还有。晚安，需要朋友晚安，谢谢大家礼物。过去200年里。金价。打 A 吧，后面们。不是这边。给光。棺材一。哎，棺材。再棺。三箱有一个。如果你不看报
在罗子岛上，真他妈稳。不是他听到他在教堂墓地了，他要下包引他出来。你妈的，这种人还能再稳一点吗？老稳了。打职业的是吧，对面？直接纯龙给你杀大夫。紧扎一个。啊！支架在台下，上去了。唉，没法了，刚才有把狙。博物馆处于我。房间里，我关在。硬打币啊！掉头。我对上不？没血了，别吃。兄弟，兄弟们好硬，兄弟们，好硬，好硬。你穿上帽子上。厨房区。化学家同城。兄弟们有机会，勇敢，不怕困难。这局跟我他妈屁关系都没有，我是看出来。不要灰心，意思你是有关系的，这把狙给对面威慑。我是有关系的，我是有关系进这个局里边带我上分是不？靠关系进来的。没有你开不了。我位置不好啊，抢不了。小心小心。莫斯科大狙。狙，白是给我狙的，我操。目前。为了经济利益。沙袋清一下，对，沙袋没有，烧过。等我，封印。警察压分了，封个棺材烟，封个棺材烟。帮忙！哎呀，怎么让他跑了呢？哎呀，我操！切道具，我操！传烟给我传。过来了。传烟给我传。兄弟们，帮我补枪啊！我一不看背后就来了。我要是拉棺材的话，你们得帮我架住。飞二楼，兄弟们，飞二楼。烟的，能不能飞？去 B 做动作，然后回来打雷。我去。他们现在特别怕。然后去丢颗火，你先去丢颗火。确实太厚了。去 B 做动作就行。也是二楼先等一等，别。他们现在太快。一只惊弓之鸟。让他们 B 先压一下。对 ，VIP 有一个 ，VIP 有一个。他们现在回防了，基本上。我来封个紧张烟，然后我们去。封个紧张烟。点支援。A 有一个。两个 A 包点两个。哎，我操！包点有把狙，他们全回了。这么骚的吗？哎呀，都抓不死人！我操，都他妈……你也灰心，可以的。这次身位好，我要去干他了。他们 AD 有大哥。啊！到的，那就压出来。掉了吗？
正道的局。两个。棺材。枪房里。房那个人回去了，他藏了。警家还有一个。别怕，直接补枪。哎呦，我是真的菜呀。A 是一把狙是吧？二楼吧。啊，没钱啊。那你们飞二楼，我给你们连接烟，你们直接飞就行了。别怕，千万不能怕，他队友补枪。走错的，走错的。把幸福的剑抠了。好，幸福剑抠了。你抠，中路前压一个。中路压一个死了。别管，别管。连得接。连接一个。哎，进 VIP 的兵没有。哎呦，他妈的！残在 VIP。哎，报警报警！帮我，帮你！没有，没有。包点一个，包点一个。完了的，相信你自己。我想扔道具的，妈的，后面结果直接拉出来了。操！我刚，我也是，刚分完道具 ，VIP 那个局出来了，我操！主要是那个局看二楼，二楼过了两个，然后不管，排名不太好，没办法。确实，我还不如他妈拿刀刀他了。确实，你刚刀一下他死。哎呀，还在一，再补枪！我操！哎，啊？好像抽枪了，为啥？自信多，以为死了。应该一个币全屁股来了。我们再次很多人爱惜汽车，可惜定力去四币直接把那币打了一个。哎呀，方你今天晚上你就歇币了吗？我歇，你来我歇了。我不行，你不来我不来啊，压力太大。怎么了，胖妮？不要叹气呀，胖妮。说不定你现在变成杀猪了呢。啊，来把内战拿，叫人来把内战拿，胖妮。不来。胖妮杀好。零点三我的 rating， 太牛了。我今天 rating 就没打正过一过。啊。当你躺平了就好了。你要是对面这半道也太牛了。待会儿我要看一下 demo。对面纪律性很强，因为他单子确实强。对面应该交流的很好的。你们几个人在打？五个呀。哦，我以为你们在打 CE。两个人同时拉 AE， 我操！不打不打不打。对面会玩的。这边应该是三个大局的，然后带一个小号，那个不知道啊，那你真菜，那个不知道，反正没话，没那个发挥，也挺强的。什么派大星？不是，等一下。灯塔是所有。他要跟你说什么呢？我们派大星之前跟我们打过内战吗？好像没有，但是我那天排过你，好像。谁呀？这派大星我是清清楚楚的，然后他们还说头像跟我一样。就前天排的，好像。对对对。真的？有没有印象？好像。对对对，对屁呀！对，好像人已经被打，话都说不出了。
这时候他妈的嘴闭的放紧，一句话没有。反正你这不沟通怎么行啊？沟通是锤子，就是反正一杀不到人，他就不说话了，脸都被打麻了，所以他说不出话了。没啥用，沟通也没啥用，现在啥意思？不，输了就是老棍子背锅。那战杀四十多个，那给你那内战的对手跟他们电机能一样吗？你看庞尼，庞尼人都给杀麻了。庞尼内战的妈杀二三十个啊！看现在杀两三个。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手残了。康宇玩一下 Amy Love 吧，玩一下。B 分段也没有对面这么猛的。对面就是 B 的呀。这关键我们是五黑，对面有五黑。对，五黑一个，而且你看他们拉的时间。他们纪律性很强、啊。跟你说嘛，这个是最打纪律性。最后残局，人多打人少肯定爆。而且身位和枪法，哎呀，我真排到过这个人、啊，我怎么找不到了呀？所以，你像刚才中路打幺四三，他是先架的，然后拉出来还给他一身红。打个米垃圾，真的哦，好像是。发明蒸汽机的可。打个标志是米垃圾啊！我操，不知道。难得打这种职业的，提升自己啊！只是打完就很想吃。那确实累。还好吧，不是很累吧？对，我嘴巴都干了。多打点。米垃圾就是那个五角星，红的，中间三条杠。对，就是你鼠标这个。三天不睡觉不至于，这个打根本就打不了三天。那个就是米垃圾的标志。建议明天早晨 PVP 考古学家。那这样你还需要提升吗？提升锤子，今天做了一天的工。本来早晨说上个分，我还专门打了300个 bot。三百个莫的三分钟的事情。对呀、啊，不然呢？我还打算。强迫症要犯了。那就是屁。今天打了四把，输了一把，还好。没有这么早吧？可能就这几天有。今天都差点把胖妮抬到 B 的定力。但是他突然缓过神来，不能进 B， 进 B 就回不来了。是无意。禁闭它容易爆炸，我感觉。难道我也要去搞个小号？原子能的释放。搞个小号把帮你抬到 B 级，然后他等他自己打的时候，人麻了。什么意思 ？B 也有菜的，也有强的，就像我那天和夜猫仔打的那个 Dust 2，我操，对面那个人。你们是五排呀、啊，五排。我记得就是米垃圾。然后好像是，像不是那个啥，不会玩的，是吗？啊，作弊分析，不可能是无意，就是那个，就是完美。五排一般都是两三个大哥，然后带一两个人。对面是真的离谱，就那一波，我下包他妈骗他们那个菜，下了几次哦。就是不漏，他妈在怀疑他是不是他妈去香蕉道绕。这他妈的夸张啊！来看看人是谁。那个数字哥第一名。啊！我强迫症犯了，兄弟们，我
找不到这个那这局是哪里？就是那位啊，数字格第一名。哇，这么稳，平均约挺一点六。小号。哦，那是这个。突破九点一。这也不是他呀！操！但我记得那天有一个名。我记得那天有一个名字叫太大有一把会吃乌冬。我是上海，很多人叫派大星的，确实叫派大星的太多了。哦，这 ADR 基本上全场跑。是我记错了。他们上一把被反锤了，但是也不是锤得很厉害，16-4，14。对面那个更狠，刷了快40个。对面这是真的仗义，这个。对，对面是 C 加，然后三个 B 一个 C 加，两个 C 加三个 B。他那没少打哎。哎，胖你一 v 一，一 v 一是最好练枪的。怎么还有跟霸哥玩嘞？违规行为封禁。谁啊？行为封禁，行为封禁不一定是快，炸鱼也能被封。对。你才小号。炸鱼为什么要被封啊？这影响游戏体验呢、啊、你想想一个你打第一段然后炸了被人家他妈的杀三十啊一个头都杀虽然说本杰明负了这是沈南开个地地的道去打什么游戏文明六啊那个奶牛他妈去都跟打 bot 一样欣赏一下我的完美来啊胖你一 v 一啊胖你 No 明天再打毒杆火热趁现在赶紧练枪毒鱼怎么不拿呀操不至这就是阶级斗争明天什么时候可以加我的 QQ 群直播公告里面有 QQ 群开播了就会在群里说诶怎么这完美时刻有 bug 好像不知道在干嘛好像退出的你知道真没打，人麻了已经。一位大公主，无雅随和夜猫仔。哎，他打这个图去打中路，习惯性的会做一些去拉出去打别人，然后一打不过人就没了。小谁来一 v 一啊，小谁？不老不老是老师也今天拿上把这个台子还没注意看对面他的棉红线很准出去随便一下就给你镜头这逼谁打对面这种不要去看对啊所以我没去看你我那时我基本都是扔个道具然后加点架不过那没办法我直播间不说话然后在马娘直播间说铁子酱别看了你学不会的抽象都默认死睡马上就睡这苏美尔人快爬事实胜啊我一天龙今天晚上吃两把鸡。感觉我的地盘真的好小啊！勇敢汤，大笨。哎，把这标题改了吧，丢人了。勇敢汤，你最怕困难。
我是熊蛋。好意思下播？那、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还这辈子不下播了是吧？臭狗！别把路线证明一下。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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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不吃不吃宵夜，我也准备歇逼了。你们不看球吗？我什么都没有实力。别这样。该给自己算一算了，算什么呀？希望还在唱，玩的不累吗？等你打到 B， 你会发现 A 的实力更好。A， 我只差这个军械库了呀。A 的角儿我之前玩过。工业区。我等会儿在这边造工业区吧。别人带我玩的。我知道了。别人不带我玩。直接击毙了，肯定。我还是开直播吧，我不玩。这把打完，那还早，有没有好兄弟给我个网址啊？跟六十三一样，换了一下。主要看六八这个掏货的游戏，会想睡觉哎。是这样，长工位置，他们基本上都是一颗的。是的。什么伤心太平洋都整出来了，这怎么个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什么歌啊，失控。你姐去也去 K 歌呀，跟他 K 歌 PK 一下，可以吹一次。我瓜姐可是住 KTV 的，我上网吧卖了开 KTV。 瓜姐这个桌面他妈用了好几年了都，不蛮好的，我很惊喜。我一直以为美少女战士只有那个越野兔，原来有这么多吗？神经病吧，五个呀，金木水火土呀。我只知道有一个越野兔。要工业区，人口要到达到七或更多。不看的，那就要造社区，对吧？一看他们，一看到他们换衣服，他们全是他妈光，我就不想看了。没什么意思。是给他建工业区吧。以工业区向你，那就随便建个工业区呗。去呗。一直在切歌，一首都不唱呗。喂。啊。这个游戏我们写在网上，写到回来就看到这个单子，这个二十。这机确实比较难打，对面太专业了。我不会玩，我随便玩的，我感觉文明还挺有意思。我不文明。最好的钢兵，这法还能不是谁了？看战绩不知道，到底主要没地盘了，已经。我要是三他妈的。
143，要是一个人比他妈你们三个杀的都多。因此，雕只有暴徒和精。睡觉。别睡一点。这么一点，睡觉。抽象都还没睡呢。他妈在外边花天酒地。那你不得监督哈？哦，平时。雕。加微信去，别溜呀！我想看你打把那个 aiming ball， aiming lab 那个。没什么用啊！胖子已经跑了，胖子。他唱了多久的歌？没停过。你打了多久？西瓜唱了多久？兄弟们，属于是有点玩不动了，要不歇逼吧？就这样吧，明天再继续吧。这图已经都这样了，都已经现代系了。我抓起一把沙尘高。逼蛋，搞原子弹啊，逼蛋！搞不出来，你可以原子弹不就结束游戏了？我要搞得出来好吗？我一直认为用。大宝贝今天上分上的怎么样？大宝贝上分四连败，我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在跟夜猫仔一 v 一。
三句换一首，他把整个歌单唱一遍。传力高，造起来飞机是造真快啊。一旦为什么不玩轻骨？因为随机的呀。太懂了，你太懂了。为什么不听茉莉啊？我这没有建筑工人了呀，就离谱。准备开始了。我回来了，后面们。呀呀！为什么没有事？为什么对女性？现在不光收音机是新，
个哈。准备歇逼了，感觉得歇逼了。红米们，别歇了，来来 CSGO 呢。不行，打不动了，得歇了。哎呀，今天不去电车，德国队。你是科二还是科三呀？科三。科三简单。你打 C 二，你打 C 二，科三学什么？还是那些啊，超车变道，就是那些，就是没有加减档，对，就是加减档，就是没有加减档，因为我们没档，连档都不用挂的吗？对 ，C 二不就是不用挂档吗？挂什么档？操，那也太简单了，那不就记个打转向灯不就行了吗？我教练说我直线行驶开的他妈歪。直线行驶稍微踩一点油，它那个速度快了，用摆方向的直接就过去了。主要是我教练说我不走直线，我有什么办法？给他来个八十迈，八十就挂了，朋友。稍微踩一点油就没事。这方向盘左右晃，疯狂的晃就完事儿。哎，准备歇逼。没有加减，不是我当时过的时候，我们教练就说你晃不直的话，就是稍微踩点油，教那个女生，就当时那样，她就晃不直嘛，走走就歪了，走走就歪了。对啊，我们教练就说，你走的时候你稍微踩点油，那个速度快嘛，速度快，他不是要走100米嘛，你踩大概50那个20迈或者25迈都可以。假如你原来过100米需要10秒，稍微踩点就是5秒或者3秒就过去了，所以就不需要晃你的方向盘，只要第一时间进的时候准的话就可以了。好的吧，教练吹牛逼。好，我要保存了，谢逼。教练他根本不会教你在路上怎么开车，他只会教你怎么去过这个考试。废话，那谁他妈他妈的驾校的学的，现在都单手开车。所以说现在驾校里面学出来的都不一定会开车的，在路上傻屌特别多。走了走了，兄弟们，感谢抱歉不配老板续费的10个月见识，我就撤退了啊，兄弟们看6.8去吧，6.8不是还没走吗？可以再熬一会儿。那大家晚安啦，我也不在这熬了，明天中午争取准时来，好吧，对，也1点了，今天正经播的挺晚了，然后我就下线，我就要去睡觉了。那不得来个虎牙1号啊。好，晚安，梦里没你们啊，没你们包没有，再见。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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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